仔仔，我哋到咗 Longwood Garden 啦，又好眼瞓，但又好想睇，佢好矛盾啊个人。我哋有问过咧，有啲人咧系做义工噶，唔系喺度赚钱嘅，做住唔住喺度劏房。今天好多 BB 啊！嗰度一路沿途行过嚟咧，全部都是 BB 车，起码有成七八个家庭都是带住啲 BB 嚟。同埋而家先系十点几喎，佢开十点噶，哇！真系劲多车咯，同埋佢而家好似做紧人流控制咁，因为我唔知系咪琴日落雨啊。系咯，你睇呢度，周围都系车。我记得上一次嚟嘅时候都冇咁多人，可能放暑假啦，嚟紧美国呢边啲学生啊、B B 啊都放暑假，啲爹哋妈咪就过嚟帮手。好啦，我嚟睇下 B B 先。嗱，呢个就系我哋要最后用啦。B B 咧已经好大个啦，你睇下个身影，未啊，未攞冰箱啊。呢件衫咧就系佢亲戚送嘅，咁咧就俾佢着。好啦，我哋攞埋冰箱先，俾大家睇下平时我哋点样出街。因为咧带住 B B 出街好麻烦啊，戴埋个口罩先。系啦，呢度呢个就系带埋个冰箱，因为咧就载住我啲人奶。咁同大家讲咧，我 B B 系食冻嘅人奶，就唔系食热奶。系啦，呢度。拎住冰箱，咁爸爸孭住，重唔重啫？重，少少重啊！好啦，咁我哋出发，你见唔见到前面有个家庭？我哋唔好特登录影人啊！嗱，嗰度又有个家庭，劲多家庭，咁我哋行啦。这个呢就是我的 Longwood Garden 那个年票了。那呢我们看年票呢，我不记得去年是不是这个价钱，但是今年就看到145元两个人咯。那我们那个到期日就七月了，所以我们就尽快去了。爸爸我很开心啊，今年带着姐姐。是啊，是姐姐嚟，咁佢个 Jola， 姐姐好开心，喺大自然。嗯。哇，我哋发现一个新嘅地方。哇，俾姐姐望下啲喷泉啦。影张相先，你企过嚟呢边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呢度咁得意嘅，呢条路未行过嘅，之前行唔行啊？哦，好啊。咁多水水咁多树木咁多花草咁哇，唔同屋企喎，屋企全部都系啊，四面墙咁嘅。明明好肚饿嘅，而家俾其他嘢吸引住。哇，系咯，咁靓嘅。哇！系咪欣赏？又好眼瞓，但又好想睇，佢好矛盾啊个人。好奇喎，咁靓啊！出边啲花花。系咪啊 ，B B？ 系咪？嗱，呢个就系我哋带嘅冰箱啦。个冰箱咧就谂住咧带俾仔仔咧有啲人奶，因为每次煲完啲人奶咧，我就摆雪柜，咁佢就饮冻嘅人奶，佢未 ready。做咩啊 ，B B？做咩扭计啊？使唔使俾个白白跟你啊？
1 hour later. 好啦，大家头先见到嗰粒柱啦，咁咧其实咧佢就将咧啲温室咧再去 extend， 因为咧我哋就应该系呢度系嘛，系啦，跟住再加埋呢边，再埋加埋上面嗰边，其实真系好嘅，因为美国夏天真系好鬼热啊，真系呢啲咧系我嚟咧，真系可以凉爽下凉爽下，过下冷河，系咪啊，老公？系啊，我入去冷河。系啊，我哋过下冷河先，真系好热啊！唔知道大家仲有冇睇我上一集？我上一集咧就有行出去咧，跟住同老公喺度食过嘢啊，买个三文治啊，跟住呢度有个看台咧系睇嗰啲翻尘，但系咧六个月之后冇嚟咧，已经俾人拆晒，而家起咗建筑。哇，真系好唔同啊！你睇下呢度之前系有得出去嘅，而家系唔俾咯。已经做紧工程啦，好犀利啊！仲扩展紧。我最明白点解佢话呢个系 全美国第一大嘅garden， 好靓。如果大家有睇我上一集嘅话咧，圣诞节咧呢度系摆圣诞树，但系今次咧我哋踏入夏天咧。它的主題是鋼琴，剛才如果你看到，不過可能我錄得比較差一點，因為它全部玻璃拍到反射了，它全部都是 organ， 超靚。這裡呢它描述以前的人吃飯的時候，這裡放了很多張桌，有人就在彈鋼琴，接著呢就會呢這裡表演一些 organ 的音樂，然後很漂亮，剛才那裡它show的那些照片真的只有外國才會看到這些場景，還有你看它上面的水晶燈真的很漂亮，好靓好靓，我好中意呢啲水晶灯，哇，超正，楼底又高，不过呢唔知点解今日冇乜冷气，好热啊，系咪老公？系啦，不过超热啊，不过都热，系啊，超热啊。今天是最後一次來啦，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再來了，那給大家看看這裡，因為上次呢老公說，其實我都不記得了，他就說不給入來的，因為呢上次有人剪草，所以呢他就弄了那些作品，這個作品就很普通啦，是吧，但是呢我覺得他的作品例如這些呢，他是可以弄到一個主題，好像例如有蛋糕啊，好像這個像不像蛋糕，這個又像這個看不出是像什麼，那些東西很有趣的，有些像聖誕樹，有些像好像蒙古包那樣，有一個像白兔，是的，有些像米奇老鼠那樣，很不同的，他們還有剪得很漂亮，他有專人去剪。那上一次呢我們有問過呢，有些人呢是做義工的，不是在賺錢的，做義工在收葺花花草草啊，這樣有些人呢就讀完這個 course， 讀完這個課程呢就在那裡學剪咯，但 是他在那裡請人的話他就會在那裡做咯，都挺有趣和特別，就是將你所學的東西呢全部都是在那裡學以致用咯，但我真的挺喜歡他的作品，因為收葺得很漂亮，因為之前呢看一些美國電影呢或者啲電視節目咧，都會講話收葺啲樹啊，真係我冇諗過係真嘅咯。我以為係嗰啲電影技術咁樣，但原來真係又可以剪到咁，好正。摘一个了。
有湯火。雀仔湯火呢？你形容得好貼切喎。隔離鄰舍啊，嗰啲都係嘅，漁農嗰啲都係嘅啦。係啊。哇！咪湯房咯。湯房加唔係啊，加吊房。咗俾你型啊！佢係俾嗰個捐出去俾嗰個 Kenneth Square 一個鎮仔嘅 food cup board 嘅，所以呢度係真係有啲啊，嗰邊嗰啲倉嗰啲嘢係供給人哋啲嗰啲 food bank 咁樣嘅真係。爸爸，你对于今次有咩睇法啊？带住仔仔，今次嘅心情系一路行一路讲，仔同埋我都有音啊嘛，嗰度嘅，好唔同咯。呢个同带住老婆有咩唔同啊？因为仔仔今次好乖，食完奶咁啊，同佢感受下大自然嗰啲花草树木嗰种好啊。curious 周圍望咁啊，先開頭咁啊，望啲花，望啲草，望啲樹，咁覺得個心情係唔係自己享受，係睇佢享受係唔同咯。嗯，仔仔都好享受，咁希望佢一路大過嚟都可以有機會啊，五六歲之後嚟呢啲地方，佢自己知道啲花草樹木係幾靚啦。五六歲先帶佢過嚟，因為五六歲先明白到有啲嘢係可能兩三歲都未明白嘅，三四歲都得啦。哦，咁可能三四歲啦。係咧。但係而家佢唔明白，佢只係好奇。嗯。咁但係你孭住你全程孭住佢啲奶喎，你辛唔辛苦啊？唔辛苦，你就係買呢啲孭先好，孭好似孭書包咁樣，呢個好用。其他人抽住嗰啲係係去劈啊，或者去沙灘用就得，呢個好好做。嗯，系啦，好啦，今集咧最后嘅 Longwood Garden 咧同大家拍啦，不过今次咧就系带埋仔仔啦，咁啊成程咧四集咧都有唔同嘅，开头就我哋两公婆啦享受二人世界啦，今次系带埋仔仔有个亲子乐啦，咁我哋都盼望将来有机会等仔仔再大嗰啲咧，我哋先再买年票带埋，即系我哋唔知道会生下一个啦，睇神嘅安排啦，咁然之后咧再。即是一家人嚟到呢一度一齊玩啦，咁樣，因為頭先見到好多細路咧喺度，哇尖叫啊衝啊，見到啲水啊好開心啊，係啊，因為啲水真係可以降温。好啦，今集咧去到嚟呢度啦，咁啊 just for fun 嘅啫，咁啊 share 俾大家睇下啦，咁啊大家如果中意呢段片咧就俾個 like 我啦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朋友，咁我特別推介咧呢個 Long Garden 俾大家。好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。姐姐拜拜姐姐拜拜